中国戏谑不断的王大陆此前和大马女神蔡卓宜交往两年多，多次高调放闪，还一起到女方的家乡马来西亚逛夜市和见家长。不料六月有网友发现两人互退追踪，疑似感情生变，随后传出王大陆火速有了新欢，女方长相神似徐伟宁，后来被起底是艺人穆轩，不过恋情消息从未被证实。近日王大陆与影帝张家辉一同出席新片宣传活动，有话直说的张家辉爆料，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，王大陆连女朋友都换了，引发全场哄堂大笑，也让王大陆感到很慌张，提醒对方当下正在进行直播。接着张家辉再次补刀表示，那时候王大陆还说很爱对方，疑似间接证实了王大陆的确与蔡卓宜情变。随后王大陆原场表示，李媛谈恋爱很正常，并呼吁大家要看新片，电影最重要，急忙转移焦点的态度再次引发讨论。Bye.